老板呢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所以呢，他就走向老爷爷说：“恭喜哦，你今仔日哦运气真好，今仔日呢是阮米店哦开门，还没讲开门吗？哦，开始营业周年庆呐、啊。”所以呢，你拄啊好阁是第100位客人，所以我来讲，今仔日即碗面，头家安那出钱，免钱啦，免费赠送。这个小女孩呢，听到了眼睛为之一亮。隔了一个礼拜，哦，没有一个礼拜，隔天，她呢躲在偷偷躲在这个面店的外面，数着。90, 91, 92, 93, 94, 95，哇，啊，都没有客人再进去了呢。他在想什么？他想等到第100位客人。哇，怎么办？这面店老板啊，不小心又在店里偷看到这个小女孩。快进去打电话！哎、欸、喂，哎、欸，会了未啊？来阮店的吃面啦，我请你。啊、哦，这个老板呢，吆喝他的亲朋好友啊，来到他的店里，这个吃面呐、啊，哈、哦，老板算得刚刚好，96, 97, 98, 99，客人又停了。哇，这小女孩好高兴啊！赶快拉着老爷爷，阿公，进来哦，第100位客人进来坐下了。啊，老板说，哇，恭喜哦，你们怎么这么幸运？今天又是我们第100位客人呢。哇，所以呢，这老板又怎么样啦？又免费请了他们吃了一碗阳春面。这一次，小女孩。捧着这碗面推到了老爷爷的面前，老爷爷说：“啊，哎，你真的吃饱了吗？”这小女孩呢，兴奋地说：“当然，我吃饱了。”小女孩说着，也夹了一块萝卜泡菜。放进了他的嘴巴里，嚼啊嚼。我们在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接受爱，又自然而然的付出。正因为这样子爱的交流，相互的付出爱，这个世界才会如此的美好，这个世界才会处处充满。意想不到的幸福，您说是吗？是吗？是。意想不到，在我身后这个团队是屏东县的教师管弦乐团，他们通常呢都是大型的演出，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慈善音乐会，出动了他们的精英6人小组。来为我们做今天晚上的演出，他们能带来的乐曲呢，融合了古典、流行、爵士到摇滚。今天晚上的乐曲绝对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极致与震撼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压轴。
感动、感恩、感谢，
跟感激将永远留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也将永留在将来每一个受惠的孩子身上。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好吗？告诉你旁边的，你真的太棒了，谢谢大家。当我们努力的帮助别人，我们就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。人生唯一需要的是一颗爱心，告诉你旁边的，因为真爱是幸福的泉源。大声的告诉你旁边的，真爱的是幸福的泉源。真爱是幸福的泉源。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，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到此结束，感谢在场所有的来宾，还有参与今天演出的所有的欢迎，以及我们的爱的挥手。